加拿大 A1 流行榜2023八月第一周排行榜第十位 MC 张天赋第二人格上星期第九位今个星期下跌一级心看笑话晚年给悔只因你第九位 Phoebus 吴启扬 Bad 这首新上榜歌曲控诉现实世界的种种荒诞现象反思乜嘢叫做偶像人气点击流量社交平台和 KOL第八位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上星期季军歌今个星期下跌五级谁人能我是你、yeah, 有日要你暂停也别怨第七位红座星单曲循环症一首新上榜歌曲象征着在爱情中陷入循环的困境重复着相同的问题和伤痛就好像不停地播同一首歌第六位吴若希三人之境上星期第四位今个星期下跌两级第五位陈晓东烧光了火柴这一首新上榜歌曲被视为21年前代表作或火柴的延续版描述人生在不同阶段当中的跌碰为要学习到更高的价值观第四位布志伦光之道相隔一个星期再次上榜讲到每个人都要向着一道光芒去行无论有几艰辛都仍要行这条光之道季军歌曲阿J柳盈婷 JM 单身狗上星期第八位今个星期上升五级讲到享受单身生活和独处的艺术一定暗哑底反叛不想跟世俗的一套要送我去改造强制我脱单谁又明白单身人我跟还胡乱评论单身狗亚军歌曲姜涛 Dummy 上星期的冠军歌今个星期下跌一级又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事欲又欲手指变成趣事冠军歌曲张敬轩隐形游乐场上星期亚军歌今个星期上升一级恭喜轩公前都有遥远地累那群梦马自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加拿大 A1 流行榜2023诚意邀请你每星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头三位歌曲记得去到星岛 A1 中文电台网站 a1chineseradio.ca 右边就会找到投票表格留意我们电台 Facebook、IG 和 YouTube 频道公布每星期的排行榜了